就算娜娜呢，刚开始学主持，这个话还没有办法讲得很顺很溜，但是光看你站在那里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就赏心悦目，就会全程捧场，有没有哈？说身材有身材，说脸蛋有脸蛋，说歌艺有歌艺，这样的全方位的哈，包含我们黄董顺哥，我要对你加英雄啊嘞，给你全程的机会，有没有？对，谢谢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好朋友哈，在现场当中啊哈，来都来欣赏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啊哈，都来那个熊盖赞的这个歌声，送给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啦哈。那希望呢，我们今天现场啊哈，咱所有咱这台开的好朋友哈，我们的粉丝大哥们、大小们啊哈，小心一点哦，这个对，第一点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然后再来就是呢，希望大家可以陪伴我们三个小时的时间，咱今天这波被进行啊七点到十点没三点进行时间，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共襄盛举哦，谢谢。对，你是装作久的呢？我伊大概拢有来呢。哎、欸，是一家啦，我是讲别的地方啦、哦，可能我很久没有看到他了。对，今天没有爆米花吗？你刚才有去做行李吗？我没有做行李啊。在爆米花耶！哦，是哦。对啊。我不知道他的正职是什么，爆米花要不要卖票？哦，可以，啊，今天行李有好不？没卖啦哦。啊，看你出去就知影行李真好啊，剩半桶尔嘛哦。卡咸嘞。啊，安那？啊？1000块小费哦，还有1000块小费哦，怎么那么好？你还有拿到1000块小费哦？我都拿到100块而已耶，你还拿到1000块？那你可以跟他一样，你要跟他一样吗？你如果跟他一样，搞不好有3000块。真的吗？我们顺哥第一个就赞助3000。开玩笑的啦。爱看 KMA 在吗？啊，那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哈，对我们的娜娜也是非常的欣赏哈。那紧接着刚才带来那一首《最灵一几迷》，也是我们金曲歌王的歌曲。接下来的这一首，让我们现场好朋友继续再来欣赏哈。这个呢，重新翻唱过之后，现在变很红，有没有哈？哎，好来，爱个桥鬼，哎，不是，哎，那变只秀，来，爱个桥鬼。你第二首就变换服装了，吓我一跳。没有，这么慢歌还变，不想要怎么那么快？没有。Thank you.
大赚钱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